为什么饭店的回锅肉那么好吃呢？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。首先五花肉加葱姜料酒煮20分钟捞出，再切成厚厚的薄片，锅不放油，倒入五花肉片，煸炒出多余油脂，下姜片蒜片，好吃的关键倒入一袋回锅肉调料，翻炒出香味，放入蒜苗，不能吃辣的放入红椒点缀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我的妈呀，香的直翻跟头。